好啦，人肉点唱机又嚟啦噃，喂，老师，唱我第一只歌啦，不如。哎，我知啊，杂志啊，嗰、那个杂志里面嘅，冇错，系咪？其中有一页系写住逝去的诺言嘅个杂志。我又起鸡皮啦！呢一只歌系你第一只，即系做一个歌手。其实你喺学界都吓好叮当噶啦，嗰、那个歌声。你记唔记得你收到逝去的诺言嘅 demo 个感觉系点噶？我想講的就係呢個歌咧，其實就係一隻好普通嘅一隻，好普通嘅一隻小調歌啦。咁所以我就覺得當時呢個歌紅到出嚟咧，就係因為一個細路女唱一隻成熟嘅歌，而佢亦都駕馭到嘅當時，冇錯。好記得呢個感覺。究竟阿黃月又帶過咩版本俾我哋咧？交俾佢。你的心情很放鬆喎，但係係啊，因為其實嚟到而家已經係站到啦，所以即係話冇咩遺憾嘅，因為自己都努力過。又轉翻我人肉點唱機出嚟先，我心不死啊！好，呢個歌係 Taylor Made for 一個廣播劇。係啊，呢一隻歌其實係當年電台佢自己揾人去錄，揾人去作。跟住再揾Wyman填詞嘅，咁啊 Wyman 當時咧就喺日本佢填呢個歌詞，佢喺日本突然間遇到地震喎，係啦，咁於是咧佢就呢個地震咧就引發到佢咧就係點樣樣話咩天崩跟地裂咁樣樣，即係呢啲歌詞，呢一個嘅時刻，呢個緊張嘅時刻，你去點樣樣去求生啊呢一樣嘅嘢，所以咧呢首歌咧如果顏米高唱咧，我希望啊，如果話俾貼士嘅喺佢唱之前醒佢咧，直頭係我希望佢唱到嗰種真係頑強鬥志出嚟。好啦，系啦，睇下佢演绎成点先。好，交俾颜米高。明明望见前进只得绝路，但我仍然自愿地踏不归途。朋友来到慰问，都边说边笑，我很安好。爱是单程，从无回头路。顽强地爱，是我不肯认命。密友尽是例外，独是这恋情。时间流过岁月，冲不退不探是我热情，这份坚持
这里一切都毁灭，而平城市天崩跟地裂，就算灭尽灭绝，留低只有我心不死。點隻咩歌咧？慧嫻老師，好啦，唱咗一扎舊歌呢，咁不如我哋唱隻比較新啲嘅咧，好唔好啊？咁我知邊隻啦，你話啦，近期好紅嘅《情意結》，好啊，好啊，好啊，《情意結》係2003年嘅作品。呢一首歌咧，我就等住聽佢，因為佢 range 都大嘅。咁佢中間有一度咧，就應該係要真假聲嘅對換啦。喺嗰一個位咧，我就希望佢做得好啦。好，係啦，我哋聽下如飛版本嘅《情意結》。将无人会代替，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边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放过这回忆奴隶，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安慰，将爱一次再离开到底，难得的激情总枉费，残忍死结在矜贵，为何每次早餐仍然还你拍相？原来那天分手都要穿入中上班，明明能够过得这关，仍为旁人盛赞。原来顽强自爱者。激情总枉费，残忍的好都美丽，别怕你像无人会代替，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边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放过这回忆奴隶，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每一位參賽者出場，我哋個人肉點唱機最後一首歌係咩嚟嘅咧？有請慧嫻老師。我哋 finish 咗第一個 column 啦，唱埋只紅茶館佢啦。嗱，呢只咧係一隻叫做暗戀歌，要暗戀個男仔 ，sweet， 跟住咧你就要 sweet， 你又要鬼馬啲啦。你話暗喺當年嗰陣時我都仲細個嘅，咁要暗戀嗰樣嘢咧，你就要 cute 啲去暗戀去暗示俾嗰個人聽噶嘛。究竟阿林若瑩又帶一間咩嘢嘅紅茶館俾我哋咧？睇下先。茶馆，情侣早挤满，依依爱还未觉满，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为我伴，跟
今日第十个回合嘅上半场，陈慧娴金曲之夜，暂时嚟到呢度，亦都系兔年最后一集嘅中年好声音二。深水清嘅朋友知道边个喺危险区啊？王月、刘可、陈善廷，佢哋要坐到出年龙年先出得翻嚟，因为我哋下一集咧将会喺年初二播出，大家唔使担心。睇完煙花，仲有中年好聲音二睇喎，到時約定你哋繼續支持我哋啦！中年好聲音二。